和西门子打交道应该很长时间了，每个系列船型都和西门子在合作。G90呢，在这个深水钻井平台方面，是个最高端的一种技术设计，体现了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意义。西门子在这条船上主要是提供了一个整体的动力传动链系统，能够提供我们一个平时全速的航行。 帮助我们实现一个高精度的定位。21世纪是一个海洋经济的一个时代，而中国在深海制造业，它有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意义。中级来福士作为海上钻井平台的一个排头兵，它需要一个世界级的一个解决方案。西门子动力包在安全、稳定、可靠、环保方面是世界级先进平台的一个理想的一个合作伙伴。 中级来福士呢，愿意和西门子一起同心同力，实现海洋强国梦，一起推进人类探索海洋的进程。西门子博大精深，同心致远。